你怎么这样对待大兵？这个靶向方向，爹，你干嘛？大仙，你神通广大，什么都能推算，你能推算今天会中枪吗？爹，你疯了！您看，您看，会不会？会不会？走！爹，太过分了！平哥，我们这兄弟都不怕死。你要想赢，我们也预着把命拿出来。为什么把命交到这个人手上？有枪在手，我就是神，对不对，大仙？真哥，你猜我们这次有多少兄弟可以回到香港？想知道答案，也就是他问鬼神；只要知道对手是谁，就有结果。大仙不简单，给神仙算今天你很荣幸，你捡个味儿怎么？这样的。我听到一个消息是说要准备，本来我来这儿想挣钱，但是呢，现在不用。卡路也变没法，好还有档次啊，这个说法银行要没靠谱，给你干点分析。看分吧，看大姐，既然你这么准，那你猜猜你今天会不会中枪？也走。耶，准。在这种地方应该马把马子游游泳，享受享受才对。秋哥，你说这次谁会赢啊？刚才那么多机会你不如你大仙，知道对手是谁就会知道结果了。金阳，帮我给阿杰留个口讯，说要回来就王八蛋的鸟窝，少说一个总废了。秋哥他说呢，他要毁了你王八蛋的鸟窝。跟秋哥说叫他妈去做鸡，少说一个字我就废了你。我要掺了他妈的鱼缸，你叫他帮我做，有种就上来，没胆子杀我叫他吃屎吧。到这么久也不敢开枪，他打不中我。别再玩我了，我年纪大了，记性又不好，你们有什么话自己当面说好了。